们在一起，今天三位重量级的来宾，是的，是的，这个蓝公传播局这个啊，金破姐，对，我没说呢，他老婆很漂亮哎、欸。喜事传播，我看你应该是没机会啦。行啦，你今晚都几岁啊？我今晚你，哎，你看见没啦？我今晚几岁啊？你不知道这句话，你讲我的时候会旁边有人会不舒服吗？罗姐，拍姐，我没有这个意思。谢良的事情，这几个就盖了。可是罗姐，你俩看起来真的比阿庞年轻。对呀、啊，真的，这还用说吗？大家看看这个身材，我花了该了，腿是腿，腰是腰，是对不对？对呀、啊。好，今天有三位重量级的来宾，当我们站在一起看，你要选边站了、啊，好不好？今天我们是不是马上就要来猜个牌？来，先考验一下大家了。好，这字板分下去。国字甜甜看，是的，这个我会。最近大家常常在新闻上会看到，这是一个不好的行为，肇事逃逸。大家翻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好，肇事逃逸到底怎么写呢？对，好，现场各位来宾请作答。简单啦。肇事一定是这样的嘛？哦，我刚才有人偷看我的字。好了，请大家公布答案。好。哎呦，肇事逃逸，大家应该都耳熟能详，好不好？到底怎么写？应该是这个，应该是。林导演，制造事端，然后逃逸。哎呦，是不是？对，跟我是一样。造的造。造，哎，造前面应该是怎么拼的？知知知，你分不清哦。知。是造，是造，对呀。蜘蛛才是蜘，蜘蛛是蛛，也对也对，蜘蛛喂喂，好，肇事逃逸是制造事端，然后他逃跑了，没错，好，世鹏哥。我不晓得，没有把握。哎呦，我写了一个笔画蛮多的，肇事逃逸。哎，好，罗姐写的也是一模一样，会写喽。好，小小鱼写的也一样，常常看报纸都有这个，也写的一样。哦，我跟导演一样。哎，看到没有？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肇事逃逸，它的正解到底是如何呢？请看正确答案。所以除了这个道远跟艾辰以外，其他通通答对啦，好不好？就代表了我们第一个单元这个国字甜甜看里面有四位国文造诣是很好的，对，好不好？所以波比啦，好不好？你们两位不要抽到鬼牌，不然我垮令机箱你拍垮，好不好？好，我们来抽鬼牌啦。好，桌上有鬼牌，罗姐你来洗好了。今天罗姐难得来，好，请抽牌。哎。好，每个人都抽到好了，请公布你们手上的牌。哎呀，哇！为什么我长得跟人家不一样？因为那个是鬼牌，对不对？恭喜我的罗姐，国字甜甜看。耶！国字甜甜看，恭喜我们的罗姐要来挑战。哇！罗姐见多识广，对对不对？不要说见多识广就已经不要说国字甜甜看了，对呀，英文甜甜看，那这样来了，我的天！西班牙文甜甜看。可以过关了，对是不是？国字甜甜看，我们来看一下罗姐今天的题目是什么。哦，哎呦，哇塞！第一题，铤而走险，你怎么写呀？第二题，荼毒，什么东西啊？第三题，哎呦，含情脉脉，含情脉脉。第四题，寡廉鲜耻，尔虞我诈，尔虞我诈，好不好？死定了你！好。国字甜甜看，各位，你们觉得罗姐是否可以在一分钟之内把所有的题目作答完毕？请选择。哎呀，罗姐，你自己觉得可以过关吗？哇塞，这拼手宝珠师傅，拼手可以。我不 care 都来了，他一脸是饱读诗书哎，就算他答错，我们也是要挺他，他是前辈。你们两个罩子是亮的，虽然眼神涣散，但是罩子是亮的，我不要高兴了。艾辰完全会站在过关这边，我觉得你是去他的威严之下。对不对？我们刚出道，如果对前辈不敬，我们随时会消失啊！哎呦！你意思是说我们不尊重哦？罗姐那么过关的有两位，不过关的有三位。要写几题才过关？全部写对，真的假的？全部写对啊！国字甜甜看，计时一分钟。罗姐加油！罗姐加油！罗姐，
铤而走险，第一题已经做到完毕，很快的。对了对了，第二题也写完了，剩下的时间只有一点点。哎呦，罗姐真的是非常有自信，罗姐，我告诉你啊。罗姐差点之前是正确的，当编剧对吧？用外国人那边说一些风凉话。好，我们还有时间哦。我们还有时间，罗姐你可以。哦，他还可以。哎呦，想一下有没有需要更改的？罗姐，你的铤而走险，我再想一下。七。你的铤而走险，再想一下。四、三、二、一。好像是画蛇添足，挺就是手提，请上面重新再写，给他个机会。好，我们来看一下国字甜甜看，他一分钟之内逻辑很快做到完美，还有时间画图，还用了一点时间。铤而走险的铤，改了一下吗？是吧？对哦，铤而走险，手字旁到底是不是这个铤？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的解答是什么。金木的铤。这应该是金子，对不对？好，这题是错的。好，哎呦，没关系，我们来看一下，至少先看一下我们的前辈，对不对？好，荼毒，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的解答是什么？哦，对嘛，答对了，觉得不错的，差了一点点，但是因为时间要贪快。怎么写的那么的好啊？来来来，我帮你翘起来。罗佩瑜的巧思加巧手，让阿庞上演他有史以来最爆笑的新兵变脸。所以呢，这应该是金子，对不对？好，这题是错的。好，哎呦，没关系，我们来看一下，至少先看一下我们的前辈，对不对？好，荼毒，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的解答是什么？对了，觉得不错的，差了一点点，但是因为时间要贪快，这别再挑了，怎么那么工整，又写得那么的好啊？来来来，我帮你翘起来，奶乖。各位，再告诉你们一件事情，好可爱，主持人不要乱答，图图我们答对了啊。含情脉脉，含情脉脉来看一下。还要画？啊，你不是答对了，怎么还要画？哦，不对啊，你刚才这答错了，对不对？对啊。你没有画我吗？啊，因为我阿姐啊。啊，刚才这题答对了，你画。对。这题答对了，你也画。对啊。那答错我也可以画。你可以。过来，过来，过来。画画，阿鹏画。画在你身，痛在我心。哎呦！有人嫁给你的话，我有很多财产，我等你。我老实讲，我要考虑一下。你那么凶，寡廉鲜耻。我们来看一下正确解答是什么。耶！家寡了很久了，所以这个寡字我是会写的。尔虞我诈，我常常被诈，所以这个鱼我也是会的。好，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的解答是什么。耶！阿庞，你辛苦了，阿庞。不是啊，我现在玩到现在好像处罚我，我招谁惹谁了？在那边好像都没事情，对不对？好，我们来看一下国字甜甜看，罗姐除了第一题答错之外，其他四题全部答对，掌声。所以他们两个还是要死就对了。对，不过我要说实话，虽然没有过关了，但是目前为止这个国字甜甜看里面，罗姐算是高分的。哎呦，而且呢，她的时间用的是蛮短的，没错。所以呢，罗姐的国文造诣是非常不错的，大家好好的学习。一个尔虞我诈，谁可以讲一句成语？造句啊！来造句，造句。阿庞的样子看起来就是尔虞我诈，造句哦。怎么有这么烂的造句？来，这个团体里面尔虞我诈的行为实在是太多了。哎呦，真的哦。好，我们来看一下过关的有两位，好，过关的有三位，恭喜选择过关的你们反而没有过关了，好不好？他们要接受的挑战就是情绪演技大考验。情绪演技大考验，罗姐、艾辰以及我们的彤彤，哇，罗姐，罗
姐先好了。我又不是演戏的。哎呦，紧的哦，婆婆妈妈哦，紧的哦，紧这样点自己掏心肝夸哦。罗姐被情绪大考验，那边变兵啦、啊！哎呦，紧的哦，喂，你把它当成四川变脸是吧？真的。你要看到罗姐这样子，很难的、啊。今年2011年，就只有现在岁末年终的时候看得到、啊。只有在新兵进行曲看得到、啊、今天收视率就靠这个啦。好了，喜剧演技大考验，好，喜极而泣。有人按电铃向你借钱1000万，这个脸像，这个脸最适合，还在常常遇到这个事情，这个最自然的。好，罗姐情绪演技大考验很不错，再考吧，再考嘛，你完善的。喂，这是惩罚啊，罗姐。没，既然是游戏，就是要换着玩嘛。不要啦，我一个人玩就好了啦。今天就在玩嘛。来，看前面，情绪演技大考验。笑嘎起笑。可恶，又变态哦！人外游戏。好可怕！好，过年即将返回马来西亚，永不回来。五味杂陈，是不是？哦，原来你是个方言，我刚刚这个是最自然的。好，开麦，来，我要彤彤，我要彤彤，哇，来，你会弄五味，我跟最简单的，好，痛不欲生，怎么这么好笑啊？那叫便秘啊！男朋友跟人家接吻。假设举例，我感觉你这讲到他亲身经历。哎，他现在男朋友只是有在看报纸哎。不了不了。他现在男朋友是谁？不了不了。好像有是很帅的，对不对？不了。哦，好，继续演技大考验成功。好，我们今天要挑战的是美味歌唱秀。好，请把我们的扑克牌推出来。好，艾辰来洗。好了，艾辰，不要作弊哦，因为爱唱歌。死都要唱。好好，请抽牌。好了，大家请同时出示你们的扑克牌。好，来，小小鱼，好，小小鱼马上进行我们的美味歌唱秀。好，美味歌唱秀，小小鱼要来挑战。各位，我们在1分钟的时间，你们可以看到现场1、2、3、4，一共有8种调味酱。是的，在唱歌的这个间奏或者是歌的每一个点当中呢，我们让他来试吃这个调味棒。哦，等到1分钟之后，歌唱完之后呢，只要能够答出6种，说对6种，我们就算他过关。哎，好不好？小小鱼，你对美味的品尝怎么样？很差，因为我是很需要减肥的体态，所以我很少在吃东西。那你舌头那个对味觉敏感吗？超差，超差。奇怪，你减肥吃东西吃很少啊，那你身上的肉是从哪里吃出来的？所以才需要减肥啊！罗姐，不要这样讲，明天会上社会版。真的吗？真的吗？好，计时1分钟之内，你们觉得小小鱼可不可以过关呢？请选择。小鱼应该可以吧？哈？哦？他都自己招说他的那个舌头敏感度很差，我也是在减肥的人，所以我特别知道了。但是我有告诉你，觉得你不会过关的有3个人哦，觉得你会过关只有2个，好不好？没关系，我对你是没有什么信心。没关系，什么？好，美味歌唱秀，请开始。Come on， 用一起来 ，Come on， 好，跳起来，跳起来。我坐在马桶上面，电话就放在旁边，墙上有你的照片，床真纸就在眼前，怀疑的不只是那卫生纸少了一件，心中只是一直想，为什么你没来？我遇见 Thank you， 隔着壁面可是有你的感觉，啦啦啦啦啦啦，闪烁的热热热热，感觉荡在耳边，可是我的心早已飞到了你的身边。一定永远在你身边。
跟你讲，我还来不及喂你。还有一样，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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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小小鱼，请告诉我们，好，有哪六种，请计时。花生酱，然后沙茶酱，哎呦，辣油，哎呦，甜辣酱，哎呦，番茄酱，哎呦，草莓酱，哎呦，怎么叮咚叮咚数量那么少啊？哇，还有那个鲜奶油，卡关，哇哦，酱油，醋，还有现在是芝麻辣锅，是辣调味料，辣的，辣椒酱，你刚才说个生鸡蛋，对啊，多讲，蓝莓酱。啊，蓝莓酱都来了，哇，没够，不是啦，花生酱你刚讲过了，奶油，牛油，牛油，你是牛油了，鲜奶油跟牛油，跟猪油哪里不一样？4秒，4秒，3、2、1，猪油。好，时间到，几高？答对几高？刚才在这一分钟里面呢，他挤出来很多的调味料，好不好？好，眼镜可以拿下来啦。啊，对了。刚才你有讲到的花生酱，对不对？嗯，没错。辣椒酱，我们麻辣酱那算过关了，我们辣它一个统称嘛。对，果酱有葡萄口味的。好，芥末，你没有讲到。我以为是草莓。有吧？芥末他没有讲，没有讲到。海苔酱他也没讲到，番茄酱有，他有讲到。烤肉酱他没有，他讲沙茶酱。可是那个味道真的很像沙茶酱。沙茶酱，他刚刚讲的酱料都已经可以开麻辣火锅店了。对，哎呀，好饿。你们不要再讲了啦！所以他刚才说沙茶酱，但是是烤肉酱，讲错了，味噌没有讲到。然后呢，葡萄你也没说，他总共呢答对了一个，啊，三个，两个，三个而已，好差，八个，一分钟他只答对了三个，恭喜我们的小小鱼继续的持续演技大考验。还有四鹏哥，来啊，进来啊，观众快了，四鹏哥要来，皮笑肉不笑之。秀嘎烙尾台，真是彭发挥精湛的演技。还有四鹏哥，来啊，进来啊，观众快了，四鹏哥要来，好期待啊！好，继续演技大考验，小小鱼苦中作乐。好尴尬，这演什么东西啊？要把你苦中作乐之快乐无比。苦中作乐之快乐无比，然后被倒汇100万。哈？什么？为什么倒汇？喂，你是要演戏是不是？还讲台词？凶啊！是你还想台词？这样就过关了。四鹏哥哦，好，精彩的来了，多一点对，皮笑肉不笑。肉不笑之悲从中来，皮笑肉不笑之秀嘎烙尾海，秀嘎烙尾海，一线男主角，一线男主角演技将可以，哇，罗姐讲的罗姐讲的很厉害，他演得很深沉，笑里藏刀，笑里藏刀之便秘，你很爱说他便秘耶，笑里藏刀之便秘之麻辣火锅，笑里藏刀之便秘麻辣火锅又去拉肚子，便秘又拉肚子，那个是会死，哪有可能便秘又拉肚子啊？分裂了，哇，欧阳菲菲，欧阳菲菲，你动作还这么美啊？对呀。好了，紧接着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看我甩掉你。好，这题由我来洗，来道远来洗，道远来洗一下。好，道远洗。好，请抽牌。好，请出示你们的牌。啊？哎？哦？啊？啊？哎？都没有表现过，哦，真的是四鹏哥。四鹏哥，马上进行，看我甩掉你！看我甩掉你！挑战者是我们的四鹏哥。哎呦！就把身上的球甩掉，这很简单，一分钟以内12颗球，如果你能够甩掉，就算过关。
一分钟把身上十二个不能用手，谁用身体？就是一直这样，哇塞，就像兔子，一定要这么甩哦，这很难。把它甩掉，十二颗，好不好？其实一直以来，我以前跳舞，你知道吗？女儿一样。好，一分钟之内，世鹏哥可不可以把身上的十二颗球给甩掉？他是否能够过关？请选择。这个。啊？为什么？为什么大家都？哦，每一次我都选错，我现在又要给大考验了吧？这个很容易甩掉吗？不会吧？哎，这一次选择世鹏哥会过关的人很多，反而是不过关的有罗姐跟艾辰。罗姐说你每次都选错，对不对？如果你这次再选错，等于三关你都参加了。我要说一句实在话的，观众可能会看腻哦。那你干嘛要过来这里？对啊，因为他都讲到明灯了，我还站那里啊。弃暗投明哦。好了，所以现在的过关的有四位，不过关的只有一位，就是罗姐了，好不好？计时一分钟开始。加油！一分两分三分。加油！加油！你刚才好激动哦！哎，我刚刚，哎，我刚刚在跳舞，你看不出来吗？我没有看出来。多少是不是我今天卡一下哦？我知道。哎呀，不能用手嘛，刚四文哥就这样。这样子于事无补，好吧？我有这样，我有这样吗？有，厉害！啊！哎，罗姐又是你了，恭喜四文哥过关！要怎么请到中间来？你 OK 的。我看这样子好了，艾辰，你有没有什么考题要考罗姐的？好，中乐透，但是被男朋友甩掉了。哎呦，有层次哦，有。哎呦，好可怜。被男朋友甩掉了，但是牙又掉了三颗。追星之痛啊，这个便秘二十天，闹耳嗨，又加中风。他专门是来跑打的，艾辰。哇，你这太难了啦！哎，演完那就要跨等级啊。好，各位今晚开不开心啊？开心。今天呢有国字，大家有上课，对不对？然后呢今天有运动到，然后呢每个人还有接受处罚，虽然都是好玩的啦，对不对？是的，博君一笑啦，希望大家能对对增进感情啦，好不好？艾辰也不是故意的啦，对不对？好玩的节目了，真的，他是谢罗姐啦，真的谢罗姐，好不好？换头在我们节目，好大的牺牲，真的，对啊，我不用扮鬼脸呐，我长得就像个鬼啊。谢谢，我希望这个人真的可以常找我们来上节目啊，这样我演技会进步很多。